下面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恭请尊敬的卢军宏台长为我们慈悲看图腾。好，下面开始了。师父好、弟子给师父请安，您辛苦了、感恩大慈大悲救苦救难广大灵感观世音菩萨摩诃萨，感恩十方三世一切诸佛菩萨及龙天护法。师父首先感恩您昨天给我栽上了莲花，我的号码是30168号，感恩师父。我学佛以来一直想度我的爱人学佛，他身体不好，麻烦师父看一下，1962年属虎的。19几年呢？1962年属虎的，他嗓子这块总呛，没有菩萨保佑，已经呛过去了。1962年属老虎是吧？对。啊、哦，他这里不好，心脏也不好。对对对、对，确实对。他人挺其实挺好的，很会做，非常好的一个人，非常好。良心也挺好的。对，因为他这个老虎啊，一辈子啊，就在平地里边走路，憨厚，所以他上不去。这只老虎，我现在看他的样子呢，就是不能往上跑，也就是说，他这辈子比方说非常的有点像怀才不遇。就其实他人挺好，很有才华的。师父，他需要多少小房子？放生多少条鱼？好，他腰背受过伤的。对对对，受过，受过，确实。给他念83张小房子。OK。好吧。好。放生呢？放生要2000条。好好好。好吧，好好好，2000条鱼没什么大问题。他现在几岁啊？他现在58岁。他要到59岁的6月份、7月份、这两个月特别当心。好好，好吧，有劫。好吧。师父，我想度他学佛，你看他能不能学？我干什么弘法他都不管，非常支持。很快。好。半年。哎呀，感恩师父。师父您辛苦了，再给我看一下我的母亲张桂兰，她已经往生了。姓张张桂兰，弓长张，桂花的桂，兰花的花。我已经给念好几百张小房子了。张桂兰。哎，对。张桂兰。哦，人很精神哦。个子比你矮一点点，对，头发往后梳的，哎，很漂亮，这个鼻子也蛮高的，皮肤也蛮好的，对，眼睛不是太大，是是，这里有一点点颧骨出来，是是是，已经在天御界天了，感恩师父，感恩师父，感恩师父，好吧，好好好好，你妈妈上去不容易，先是到的阿修罗。很善良，可能是你一直在念经，在给他超度啊，他超上去的，好吧？母亲还需要多少张小房子？我想再往上推。最多再推2级吧。多少张小房子？他现在告诉我，他说他走了之后回到家里来看过你们好几次了呀。做梦做到过不啦？梦过。哎，好了。在天上，很漂亮，很漂亮。看见了吗？特别漂亮，20多岁的样子。好了。师父，刚才有一个小朋友让我给看个亡人，您给看看吗？这个亡人的名字叫段恩涛。段呐、段恩涛。恩呢？恩情的恩。哎呦，恩，我哪知道什么恩呐、他叫段恩涛。涛是江水滔滔的涛啊。对。男的女的？那位师兄嘛，他是男的女的？男的。现在在阿修罗呢。阿修罗呢。另外师父对不起啊，师兄们，我的儿子也在念经，麻烦您给他看看什么时候他能很好的跟我俩学佛。八五年属牛的。
啊，没问题啊，你这儿子呢就是脾气倔，倔得不得了，不听谁话的，喜欢待在家里，有自己的主张。对，你们自己小时候，他孩子小的时候，你们夫妻两个经常吵架，对他造成了心理很大的伤害，所以他不愿意理你们两个。是，我讲的对不对啊？对，非常对，非常对。听懂了吗？他现在一直都没有婚姻，35岁了，属牛的。啊，谈过一个。谈过一个。啊，谈过一个，有点伤害他到了。对。那个女人蛮烦的。想问师傅，他还有婚姻吗？什么？慢慢再说吧。现在35是不啦？35属牛的。你跟他说，明年的8月份，可能会有一个人家介绍的。叫他当心点。你这儿子脸长得也蛮好看，就是有个缺点，个子不算很高。对，不很高。明白了吗？他还需要小房子吗？给他念准提神咒不就好了？我给他念经呢。好了，念心经开智慧。准提神咒。哎，师父骂我两句呗。我的莲花，昨天师父做错事情要马上忏悔。好，明白了吗？好，这个死要面子活受罪。明白了吗？我错了。你想想看，你一辈子要多少面子啊？嗯。到最后，人家自己都肚子里知道是你错了，你还不卖账？嗯。明白了吗？知道了。你先生都比你好，你这个人不大讲道理的。我家的佛台好吗，师傅？给我看一看。蛮好。蛮好，菩萨来过，打卷。靠左面。靠左面，哎，对。师傅真好。好了。我总困，爱困，不知道什么原因。好嘞、好了，爱困呐。好困。爱困吧，你就好好的念一点大悲咒。那明白了吗？念。经常洗脸。哦。明白了吗？好。就会好起来了。好，感恩师傅，师傅您辛苦了，谢谢。好了。感恩师兄们。感恩师父，感恩那么大慈大悲救苦救难广大灵感观世音菩萨摩诃萨，感恩诸佛菩萨龙天护法菩萨，感恩师父，自己的业障自己背，祈请大慈大悲的师父可帮我看一下我的女儿，2014年属马。2014年是吧？属马，对。啊，他的脑子出问题了。对。他现在还不能很好的讲话。对，他还不会说话。哎，看见吗？我告诉你啊，你有自己要当心的，你的身上有这个边上身上有那个小孩子，明白吗？明白。可能你自己掉过孩子，明白吗？明白，我已经念了小房子，超度了。没走啊？明白。还在你的腰上。是的，我腰不好，经常疼。非常不好，站了久了腰都会痛。是的。明白了吗？对。而且这个灵性，不单单在你的腰上，还经常到孩子身上，明白了吗？明白。这孩子，我告诉你，他这个灵性在他身上，不单单让他的声音讲话不行，让他耳朵也听不大清楚，明白了吗？明白。你给他要大概要念1300张小房子。好的。1300张小房子念完之后，他会明显的好起来的。他现在这个脚啊，经常还有点抽筋啊。他的脚走路是不大好。是的。听懂了吗？听懂了。好好的，这孩子没什么问题。就是灵性超度完之后，他才开始慢慢恢复。明白。他生出来实际上有一点点，你把他生出来的时候有一点点难产的。对的，我生的时候是自然分娩，但是生了30几个小时，一直看见了吗？这孩子生了30多个小时，大家听见了吗？明白了吗？明白。你自己多念经，多念礼佛大忏悔文，好吧？一定。这孩子我告诉你，到14岁以内基本上都是讨债来的，明白了吗？明白了。
现在他会讲很简单的话，叫啊叫啊，有时候他晚上会看到一些灵性，看到灵性之后他就咦咦咦咦，他就这么讲，明白了吗？他经常就是有的时候眼睛会看着高的地方，不知道他看哪里，就是其实墙上什么也没有。什么没有你看不到？当然有啊，你那个时候赶快来叫我呀，我到你家去看看不就好了，你看我看得到看不到啊？明白了吗？明白。哎，没什么大问题的。师傅，我想请问一下，就是我之前许愿帮他放生10000条鱼，您看够不够？是不是？10000条鱼啊？对，我现在基本上已经放完了。你还缺大概缺800条鱼左右。好的，谢谢师傅。好吧，感恩师傅，感恩师傅。把它念掉了。我刚刚开始一年前修心灵法门的时候，有经我们里昂的同修的一些师兄的指点，告诉我说让我先许愿念1000张小房子，所以我就许愿了，就是在2年之内念诵1000张小房子。刚刚师傅说要帮他念1500张，我想问问看，我就是这一年时间帮他念掉的小房子算不在里面？还是你现在已经念掉多少张了啦？现在我帮他念了300多张，给我自己的药精者念了300多张。先算吧，看看这个1300张念掉之后，这孩子会不会好一点？明白。好吧。好。你不要穿黑的，穿黑的你会不幸运的。明白。明白了吗？明白。太黑了，穿的太黑了不好啊，好吧。明白了。还有什么问题啊？就这孩子让他多走路，晚上给他房间里把灯打开。是的，我之前听师父的开示说，自闭症的孩子房间最好是睡觉的时候一定要开灯，而且最好轻轻的放大悲咒。明白了，明白。好吧。明白，明白。他现在在他的床的这一边，就是他面对的，他这不床头睡在这里吗？他的左面上面墙角上有一个灵性。明白。那我给他念掉。需要念给。一样，这个拿出来45张就可以解决了。是给他的药精者还是房子的？给他的药精者。明白。好吧。明白明白。好了，还有什么问题？就是能不能叫他，能不能你们许个愿啊，吃素啊？就是这两天在6号7号这两天，我跟我的先生就许了一个愿，虽然不是说常素，我们就说先吃一年的全素，我们先看一看，先培养一下我们的。你可以吃鸡蛋，还可以吃牛奶的呀。cheese 也可以吃的呀，先试试看啦。你这不吃的话，这孩子很麻烦的，他以后会癫痫的，就是经常要抽筋啊。他现在最就已经抽过几次，看见了吗？看见了吗？明白了吗？明白了。好了。明白。其他没什么大问题，让他多走路，好不好？好好的。给他许个愿。好。这孩子以后好了。多给别人分享，度更多有缘众生。好，好吧。好，你先生这个人呢，就是过去生中啊，实际上就是跟你们这个祖上还是有点杀业，可能跟捕鱼啊这种东西有点关系，所以孩子才会有这个报应。明白了。明白了吗？明白。妈妈，你跟他好好解释一下吧。他会说中文，他听得懂，他还说。有问题想要问，就是他自己的问题。你叫他问。师父你好。你好。不好意思，我中文马马虎虎。很好啦。我的呼吸有问题。阿斯玛，你几几年属什么的？我76年属龙。76年属龙的。7月2号。76年属龙的。啊，你的肺，你的左肺不好，靠这里啊，左肺啊，有堵塞啊，而且你经常觉得气闷呐、啊，喘不过来啊，因为我刚刚看你的肺里边有水啊，肺里边有水，肺积水。明白，明白吗？明白。而且我刚刚看你腰也不好，你的肾脏也不好。对。
你有一点点自己的强迫症，就是很强迫症，就是 autism little bit。 我自己就是你非常逼着自己去做一些事情，而这些事情呢你不一定喜欢做，经常逼着自己去做，时间长了就会心里有这种压力。没错没错，你说的对。你这个人很善良，很 compassion， 很有慈悲心，但是因为你从小的时候家庭爸爸妈妈当中有一个给你造成了很大的伤害，所以你一直心里不开心，你必须把这个要去除，你的心就会非常非常的这个舒畅，心情也会好起来。你的我刚刚看你的肺主要是气泡，有点气泡，所以问题不是很大，你要自己多锻炼深呼吸，而且你可以做点 meditation。 嗯哼，啊，渐渐能进30分钟每天是吧？坚持最好白天不要晚上，念经可以，还有做 meditation 要白天不要晚上。好的，晚上容易出偏差，好吗？好，我看你的国语不错啊，中文讲得挺好的。哦，没有。小亚诺。还有上海话，还有你要当心啊，他的颈椎啊不大好。是，是的。好吧，好好念经，谢谢，好吧，那个好好念经，他以后会看到师父的，我可以到他梦中去的。感恩师父，感恩师父。好吧，好好努力啊。很有佛缘的，这都是很有佛缘的。感恩观世音菩萨，感恩卢军台长师父。我想问我自己的业障自己背，不要师父背。我想看我儿子88年、不要去站在人家当中啊。属龙的，事业怎么样？几几年属什么的？88年属龙的。你呀、啊？我啊。是你自己吧？我儿子。你儿子88年属龙的。你想看什么？看事业怎么样。我儿子的事业怎么样？有一段时间蛮好的，现在不行了，往下走了。对呀、你儿子而且很喜欢做生意。对。对。鼓掌啊！听懂了吗？是。我告诉你，你儿子呢，主要是想的太多。这样、他现在有一点点自闭，不大喜欢跟人家讲话。这样不开心。总觉得边上人都有点害他。这样听得懂吗？听得懂。不愿意跟爸爸妈妈多讲话我告诉你，他现在的事业不好，他要过5个月之后会好一点。会好起来的是吧？他玩电脑玩得太多了。这样他脑子里，我现在看他的图腾，脑子里全是乱七八糟的东西听得懂了吗？听懂听懂而且他不大喜欢异性朋友不大喜欢，你们要跟他说，哎呀，跟这个女的去跟怎么样啊，怎么他都不大喜欢的，他喜欢自己一个人，关在房间里啦、电脑上啊玩呐、看呐，他的想象力很丰富。这样，听懂了吗？听懂，听懂。听懂。那他这个节怎么样啊？可警察的节怎么样啊？有什么办法吗？其实菩萨已经提醒过他一次了听得懂吗？听懂。他已经有过一次，在这次劫没来之前已经有过一次，差点出事了。对对对，已经那个劫已经过了，现在再来了。听得懂了吗？对，听懂。就是说人的毛病就是有第一次的时候他没有好好注意，那么第二次就开始来了明白了吗？明白。你赶快给他念解结咒有念消灾吉祥神咒，念了不啦？也有念，每天节节奏消灾吉祥108遍，还放生5000条鱼那个他自己念不念啦？
自己他会不会念。你跟他说不念嘛，你就抓进去了，就这么简单了。啊？你给他念经，他不好好念，你说他能得到什么？他肚子饿了，你替他吃饭，你说他能饱吗？我好好那回家跟他说。你跟他讲的。你跟他说卢台长讲的，否则你的业障很大，你会倒大霉的。对。听得懂吗？他是信的，我信的，你跟他说一定要叫他念观世音菩萨的。我去新加坡开法会，去哪里他都叫我去。对啊，你要给他念，叫他念观世音菩萨，否则没有效果的。好了。好吧。会好起来的，对吧？这个节他不念经，他不念经的话好不起来的。这样他一定要自己念。一定要。念什么呢？就是念大悲咒哎。都可以。只要念了，你的你给他念的小房子就接上气了。啊，我49章解放。你如果他不念，你这经文进去进不去他身上的。哦，这样的。消不掉啊。那我赶紧叫他念大悲咒，赶快啦。而且叫他自己去放生。我在澳洲嘛，去哪里？我每次放生初一十五都是托别人代放的，没关系 的。那就叫他好好念经吧。好了。还有多少小房子？我49章还没完哎。太少了，至少还要230章。230章要多少时间呢？你想不让你儿子抓进去吗？你就快快念。我现在要很多嘛，这里那里。一下子你说明做人不好啊，你否则有大家帮助你们就好了嘛。明白了吗？好了。有200多少张你说他们有人帮你记的啊。我再想问一下，我那大胎的那个孩子走了吗？你几几年属什么？我是66年属马的。啊，走了。走了没了。刚刚你家里倒蛮漂亮的嘛。啊，是，看得见啊！哦，看不见你来找我啊？脑子坏掉的，看得见、啊嗯。我家在中国，中国再远的地方都看得见。我上次帮非洲一个人看都看得很清楚，听得懂吗？对对对。你这个人脑子不灵啊，你知道吗？忏悔。而且你打胎不是一个，你听得懂吗？对，哎，对，我怎么看得见呢？怎么又看见了？好了，忏悔，没什么了。腰当心啊！自己的腰当心。还要你妇科不好。要念多少小房子吗？自己念86章。86章。多找一些好朋友帮你一起念念吧。好了。好的。感恩师父、再见，感恩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感恩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感恩恩师慈父卢台长。我今天想请师父帮我看一下我的女儿。几年的？2006年属狗的，06年。想看什么讲吧？想看她身上有没有什么灵性。有啊，有一个男的。大概长什么样子？瘦瘦的，高高的。他经常在他身上，所以他的手啊，会经常会动，不停的要动的，而且经常还弄他的脸，他的脸也会有怪样，而且无名火，动不动就要发脾气，不开心。我讲话对不对啦？对，我。而且他自己有自己的一套，脑子里想自己的。他觉得你们都是脑子有毛病，他没毛病的。听得懂了吗？属什么？他属狗，2006年属狗的。这个灵性在他身上蛮长时间了。他经常会告诉你说听到声音啊，房间里啊，你们房子里经常听到声音吗？顶上。看这里干嘛？没。房间里，厨房间里有声音啊。厨房间里有灵性是吗？对。就是说还要给房子念小房子。你们家的厨房是这样的。前面蛮大的。到了里边放冰箱和那个橱柜这个地方。
有一块地方是凹进去的，这个灵性就在这里边。听懂了吗？那给房子还要念多少？房子念47章。47章灵性。那我女儿呢？女儿有的念了，700章。要念700章。那她已经有点问题了，她脑子有问题的，她跟人家想的不一样的。听得懂吗？我女儿3岁，诊断为自闭症。看见了不啦？然后就是说我可能2年前开始念经，然后1年前帮他念诵小房子，现在已经念诵了将近400章。太少了。太少了。好。他会越念越好的。我女儿现在就是说已经有比较大的进步了，然后她现在自己不念经会有大进步的。她自己现在也会念诵经文，大悲咒、心经，然后每天念诵礼佛大忏悔文。所以他最近大概近半年来进步非常非常大。继续。好的，我想请问一下，就是说然后还给他放生多少条？3600。3600。慢慢放。慢慢放，就是不要一次性放是吧？对。可以请人代放吗？可以。好的。你女儿现在几岁啊？13岁。正常的话要16岁以后，但是如果你拼命的念的话，大概就是2年不到。两年不到就能好是吧？这好吧，80%。80%。他如果听爷爷的话，他好得更快。你会听爷爷话？听爷爷话吗？会。念经不念经啊？念经。你想你做梦做到过爷爷到你梦里来吗？做过。听得懂吗？听得懂。 你知道爷爷会救你吗？会。你爸爸妈妈你都不买账的，爷爷讲话你就听，对不对啊？对哟。你好好的修啊。好。你妈妈为你这个事情烦死了，但是你爸爸跟你妈妈都不像你这么脑子干净，因为爸爸妈妈都很自私，而你呢不自私，就是跟爷爷亲呀，对不对啊？对哦。爸爸妈妈是不是很自私啊？你要好好的修，修了好了以后来教育教育你们爸爸妈妈。好。他们不卖账你就告诉他，我就告诉爷爷。好的。你帮他们多念点姐姐咒好不啦？好好好。好吧。好。有的时候你的肚子啊肠胃不好，经常会有点不舒服。会。你知道什么问题吗？知道。有灵性，念掉它。会念吗？会念。念往生咒会不会啊？会。多乖呀、啊！我也会念礼佛。背得出来啊？背得出来。我的妈呀，很厉害！真的很厉害啊！好孩子啊，非常好的孩子啊。准提神咒能念多快啊？准提神咒背得出来不啦？我背得出来。往生咒背得出来不啦？我背得出往生咒。背啊，快一点，念得快一点。往生净土神咒，南无阿弥陀佛，夜多多切多夜多多地夜陀阿弥利多婆毗阿弥多心婆毗阿弥利多毗想地阿弥利多毗想多前面前前多诸多迦利娑婆诃。肯定好了，肯定有救了，好孩子了。是。所以为什么爷爷会到你梦里来啊？因为我好好念经。你看哪有什么自闭症啊？好得不得了，你说你有自闭症不啦？没有的呀。爷爷说你没有自闭症，你说对不对啦？对。谁说你有自闭症啊？妈妈说的，妈妈乱讲。好好念经，什么病都没了。是。我好好念经的。好啊，好了，没事的啊。感恩师父，感恩观世音菩萨。好。这么乖的孩子啊。感恩救苦救难广大灵感的观世音菩萨摩诃萨，感恩卢俊宏台长。你是哪个部队的？你穿着这个衣服像什么什么海军陆战队的，吓死我了！呵呵呵呵。
感恩师父。我想问一下1965年属蛇的身体和事业。1965年属蛇，男的女的？女的。1965年属蛇的啊，身体不好。对。腰不好。对。颈椎不好。哎，太对了。眼睛也不好。哎，太对了。晚上睡眠不好。哎，掉头发。是。记性不好。对。我讲了对不对啊？对，太对了。师父，感恩师父。好啦，自己要好好念的啊，你要多念心经就会好起来了呀。啊，我念心经和大悲咒。心经大悲咒，你还要念往生咒。往生咒念多少遍？年轻的时候吃的海鲜太多了。啊，明白了吗？是。你要当心啊，身上有点缺钙，牙齿很不好。哎呀，我刚刚看你图腾里面的牙齿都不好。啊、最后两个都没有了。但是有牙根啊。嗯，牙根还在啊。对对，鼓掌。感恩师父。厉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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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吗？厉害厉害、那个师父，我想问一下我的外女儿，1987年属兔的，因为她失踪了能有4-5年找不到了，我想女儿是吧？不是，我外女儿，姐姐家的孩子，外甥女儿。啊，帮我看一下。就边上那个啊 ？No。啊，不是，不是，不是。啊，外就是你的外甥女儿。啊，我外甥女儿。但是你姐姐在这里啊？我姐姐不在这里，她在中国。啊、但是我可以告诉你，像这种东西我一般不看的，看了你只能听我话音。嗯。听得懂吗？你别去告诉他。我不告诉他。因为这种东西你不让他知道他还有一线希望，他觉得找得回来。如果我一现在告诉你他死了呢，啊，他就会很伤心的。是。听得懂吗？听得懂。你只能听我看完之后，嗯，我大概什么意思告诉你。谢谢感恩师父。叫什么名字这孩子啊？叫刘佳，1987年2月10日生。短头发，嗯，眼睛蛮大的，眉毛离眼睛比较近，鼻子也蛮挺的，嗯，圆圆的脸，嘴唇蛮厚的，是。很难找到。啊，很难找到。继续找吧，多念经吧。那我给他念什么经啊？能找到他呢？小房子啊。小房子啊，嗯，多少张？如果是你的话，我就会叫他到你梦里来给你看。你姐姐嘛不信佛，我就没办法了。那我信佛可以到我的梦里来吗？你这个嘴巴不好，你别去吓你姐姐就好了。我不吓她。听得懂吗？知道了。你看到也不要讲吧。嗯。好吧。好的。两个月之后吧。好，谢谢师父，感恩师父。他会托一个梦给你了。啊，感恩师父，感恩师父。那帮我朋友的看一个58年属狗的，行吗？男的，女的？女的。58年属狗啊？对，就是我身边这位朋友。想看什么奖吗？看他的身体和事业，有没有灵性？有啊，这孩子有点问题啊。这孩子患得患失啊，有时候他是58年生。我知道，我叫他们都叫孩子的呀。啊，他这个人一会儿很亢奋，开心的不得了；一会儿呢，哎呦，很伤心，觉得很痛苦。对对对对。他这个他是58年属狗的，我告诉你，这个狗现在是这样，走一步回三。回头转一圈，往前走一步，回头转一圈，就是说他的人格和他的性格是刚刚往前走了，又害怕别人讲他了；刚刚想发展一点事业了，他又害怕做不成了。太对了，太对了，他就这个性格。对对对，感恩师父。听懂了吗？听懂了。而且我可以告诉你，他就打过胎，他身上有孩子。嗯，对对对，很对，很对。听懂了吗？
听懂听懂啊，听得懂啊。你现在自己好好想一想，你赶快把它消掉。你这个人来还感情的，你别看你长得不是太好看，但是你年轻的时候那种情缘很多，好几个男的啦，在你的命根当中，我讲对不对啊？对，太对了。腰不好，对，关节现在也不好，对对，妇科也不好，对，还有颈椎，对，两个眼睛有一个眼睛不是太好，对对对对，很对，很对。现在知道卢台长是谁了吗？卢台长是师父。讲错，卢台长还是卢台长。师父师父，听懂了吗？听懂了，好好努力啊。你这个人呢还好啊，他这个人还好啊，他记性不好，他过去吃过的苦啊，人家骗过他，他一会儿全忘记了。对对，太对了，太对了，太对了，他有这个性格。对对对对对对。嗯，听懂了吗？听懂了。因为我看这个狗啊，人家踩他一下尾巴，他回头看一看，然后再往前走，看一看又往前走，就是说人家踩他，他不管的。真的是太对了。好了，还要看什么？好好念经啊。嗯，感恩师父。那个问一下，他的师父，你别烦，不要这样好吗？那个他的灵性在哪里？几几年的？58年的灵性在哪里？腰上，腰不好。那他的右腰非常酸痛，而且他的腰椎间盘有点突出。啊，对。第三节到第四节当中。对对对对，是的，是的。感恩师傅啊！感恩师傅。厉害吧？厉害厉害！感恩师傅，感恩。厉害吧？你要好好学佛吗？嗯。明白了吗？明白明白。好了。感恩师傅，感恩师傅，谢谢。好，好好念经啊！谢谢谢谢啊！多念大悲咒。OK OK， 谢谢。你看见了吗？师父如果不是这样，他会相信佛的，就是要给他看到，他才相信的。嗯。感恩卢台长师父，感恩南无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摩诃萨。我有点紧张，刚刚今天抽到奖，我不知道怎么讲。不好意思，要命了！他说抽到奖了，他说抽到大奖了，今天。我怎么说？我心灵法门是7月27号在法国那个观音堂请了那个经说来啊，然后我8月4号是鲁台长的生日，啊、我也去了。怎么讲？然后我就有里面的师兄蛮好，叫我请那个法达，怎么说？我不会中文，也不会说啊。请了那个三达法宝，我说我不会念经，他说你会的，然后我就胆量很大，就把请回家。然后天天在念，也念是有点念了，也不怎么说。今天我就拿了票，我不知道怎么说，我就问一个事情好吗？好的。好的，谢谢。然后有个是1989年男孩子属鼠的，问问身体。89年属。属老鼠。属蛇的。蛇。对对对。89年属蛇的，对，男的，男的，我也不会读中文，法文，中文也不会讲，书也没读。想问他的身体是吧？对，鲁台长师傅，你帮我算算。紧张紧张，不好意思啊。几几年的？89年。这孩子我告诉你，第一肠胃不是太好，吃东西啊经常会结石，食物结在那里，这是第一个。第二个，这孩子贪睡，早上啊睡得很晚，
浑身经常无力。嗯，你知道为什么吗？嗯，他的房间里面有很多闪灵，小的灵性。哦，这样。他放了很多的画像啊，挂的那种东西啊。哦。啊，这些东西都会有灵性进去的。是这样子。明白了吗？哦，你要跟他讲，叫他念经，最好把它拿掉。那个我拿掉。啊。哦，那我回家跟他说。好吗？好的。他对你们父母亲当中有一点点叛逆。有点叛逆啊。哎，他叛逆我什么呢？叛逆的意思都听不懂啊。就是你说什么，哦，他跟你反着。哦，不喜欢听你们讲话。哦，他自己明白了吗？自己有一套是吧？对了。哦，那他身上都其他的地方都好啊。你再问我。你检查身体啊？对啊，我就是正好今天那么巧嘛，这个人家我因为是打电话去预的，我不知道嘛，不懂乱讲，请师傅原谅我啊。就是那么巧，我就问问看我儿子身上有没有什么重的问题。没有什么特别重的事情。都没有啊。啊，没有，就是有一点点，一点点，就是他身上有个小灵性。那个小灵性怎么办啊？小灵性嘛，就是应该是你掉过孩子的。我掉过孩子，对他有影响是吧？跑到他身上去了呀。哦，是这样子啊，那都是我的罪过了。当然嘛，那么他运气不好是吧？你们别笑了，因为我好紧张了。哎，这个人真的是，蛮好蛮好，好好回去念经吧。好好念经啊。他们身上都没有啊，他的脚好不好吗？左脚不好。左脚不好啊。嗯。那有。就是那个小灵性呀。是小灵性的问题。对。那做手术不可以吗？念经念掉不就好了，做什么手术啦？哦，手术不要做是吧？那医生叫他做手术啊。还没到这个做手术的年龄了，你叫他再稍微看一看。念经说不定能够念好，如果不行再去做手术。哦，他会念吗？不听我的，刚才你不是说吗？我的话他有点叛逆，你劝劝他好不好啊？我也希望他念啊。不要笑了。现在知道了吗？有些人是根本不知道人家为什么笑他的。对啊，我要叫那个鲁太长师傅加持我儿子嘛，因为我没办法嘛，我的话他不听。是不是啊？你好好的念准提神咒，他就听你话了。哦，念准提神咒。好吗？嗯。刚刚开始啊。嗯。你好好念念心经。嗯。因为你的脑子不灵。嗯。念心经脑子就灵了。是的。脑子灵了之后，你就可以帮助你儿子了。哦。现在你不能帮助你儿子，所以你儿子就不听你的话。对，我自己都没能力，怎么帮他呢？经都没学好啊。对呀，你要加持我，你要加持我啊。我加持你了，你就是脑子就好管用了，好管用了就能管儿子了。好了，那我念什么经啊？那个你说家里那个小东西全部拿去，我要不要念一点经啊？你要念一点经，你以为烧点菜啊吃吃啊？当然要念经啊，你问问他们共修会的人吧，好吧？哦，去共修会的问是吧？啊，哦，待会儿门口也有问的。好的，好吧，因为好的好的。好。那另外问一个，哦，是61年的，那身上有没有灵性？只能问一个问题了啊。哦。哦，好的。嗯，61年男的女的？女的，属牛的。没有，没有啊，蛮好的，那就很好，感恩感恩。是你啊？对啊，是我。我一看到这个牛有点傻傻的。没有牛。这个牛的脖子很短。对。这牛经常喜欢喝水。嗯。你是不是很喜欢喝水啦？水喝的，水不喝会口渴的嘛。大家现在知道为什么要念心经了吗？对啊，我要多念经，多喝水，哦，是不是啊？
我在你面前我觉得我今天真的很开心，怎么突然之间变得这么聪明的，今天真的很开心，我做梦都梦不到哦，为什么我第一次来这个法门，一个多月短短的，今天拿了几张票我就有到的号码嘛，我是怎么说都说不出来，请你们感恩我，原谅我，以后要多多加持我。好了，好了，好，下次见，下次见。谢谢，谢谢，感恩，感恩，感恩南无大慈大悲。这就是刚开始，时间长了他就知道了，等到几年之后他绝对不会再把他录像给他看看，他会觉得自己很好玩的。怎么说的，是 感恩观世音菩萨，感恩鲁台长师父，我有点紧张哦。不要紧张。我先看看我们自己业障自己背，我帮你看看你妈妈是不啦？哎，我妈妈几几年的？属什么的？1935年。属什么？属猪的。对不起啊，师傅。啊，他的脊柱不好。腰啊。腰和这个腿的两边呐、啊。痛的。这个腰不好，所以他站不起来。对，并不是说他的腿有什么断掉啊，什么不好，实际上他的腰部啊这个地方严重受伤、所以他站的时间久了就不行，他只能坐点轮椅，听得懂吗？他那个好痛得很。对呀、就是腰这个呀，一直腰一直痛，痛到他两个腿、就是两个大腿这个地方、老妈妈我告诉你，一辈子很辛苦，他非常辛苦的。妈妈站不起来啊。妈妈站得起来。妈妈那个口水还不行，什么？什么？那个莲藕还不行啊。你说什么？我听不懂哎。喉咙。啊，喉咙。说话不清楚。我看一下啊。有一个男的在他身上啊。男的是谁啊？你爸爸还活着不啦？我爸爸不在。不在了是不啦？爸爸去年走掉了。爸爸去年走掉了，很我讲给你听好了，你这个样子像你爸爸不像你爸爸，个子蛮高的。眼睛比较深，往里面抠进去一点点。鼻子蛮大的，头发往后梳的。是我爸爸吧？我爸头啊，上面没有头发呀。对呀、但是还是往后梳的呀。爸爸没找的话，妈妈八年了，今年。你说什么？妈妈坐轮椅坐好几年了。对呀、这个不管的，坐轮椅归坐轮椅，他现在就是找他身体不好的地方，他上升呀。爸爸不在的，妈妈这样子了。我知道。现在你爸爸在他身上呀？我爸爸在他身。对。怎么办？师父怎么念经啊？你赶快给他念掉经吧！搞都搞不清楚的。你要念86张小房子。八十六是小房子啊、明白了吗？你妈妈很有佛缘的。你妈妈现在听我讲话她都全听得懂，你说她不会讲话，她声音还是有的，她会发出的声音。是这样子，莲藕说不出来啊。说不出来，她的脑神经出问题知道吗？她得过小中风你知道吗？知道不知道啊？我看你比你妈还糊涂呢。是的，我很笨的。我跟你讲话你听得懂吗？有懂。叫你妈妈好好念经啊，看着经文念，念了之后就会好了。我叫妈妈念，她不会念啊。不会念，你教她呀。我教她。放录音给她听。实在不会念，就念观世音菩萨。老妈妈，你看得到台长吗？看得到台长吗？看到他吧，他有个耳朵不行，有个耳朵行。我知道。
看得到台长吗？看到，看台长有看见了吧？我有看到，卢台长有看见了没有？是，观世菩萨看见吗？有看见了吧？哎，你说，哎呀，有看见卢台长了吧？好，师傅还在的。好，妈妈普通话。台长告诉你啊，师傅要吃脚了，那个。要吃脚。你叫他讲啊，我现在给他加持，叫他讲观世音菩萨，来讲吧。观世音菩萨，来讲。这样。讲的慢一点，再来一遍。这样。好，观，来一个个讲，观。观世音菩萨。观。观世音。这样。要吃脚，是布置你一个。你好，不是观音菩萨。你要不要观世音菩萨帮助你啊？要那个，看过去看。你少跟他讲话，你少跟他讲话。我在跟他讲呢，我在给他加持呢。你这，你跟你妈妈，老妈妈，你现在有一个腿可以抬起来的，你不是说两个腿都不能动了？你现在听台长。的话，你现在把一个腿可以动的，你这个右腿啊，他这个右腿可以动一点的。他普通话不太懂。啊，那你跟他去翻译。那你要个不少给你固执，是给你固执吧？我古圣人不少固执吧？我靠你，你看苦。他讲什么话？快，观世音菩萨那个。观世音菩萨呢？你话筒给他呀。讲。讲。观世音菩萨呢？观世音菩萨。好。我之前鲁台长不是鲁台长师傅。鲁台长。鲁台长。鲁台长师傅。鲁台长师傅。感恩鲁台长，那个，我去写感恩鲁台长。感恩鲁台长。台长，你跟我跟你讲啊，你不要再去跟他讲了，他的右腿慢慢会动的。右腿啊？右腿慢慢会动。谢谢鲁台长，好吧，谢谢鲁台长。我刚刚给他两个腿都加持过了。他的腿会动的，他并不是完全麻木，完全血液不通，还是有很多血液通的。你叫他好好念大悲咒，好吧？叮嘱大悲咒念，好吧？我看一下，大概八个月之后，他两个腿都能动一点了，好吧？现在都摔倒了，那鲁台长很苦呢。我知道，一走走摔倒了，一走走出来。我知道，没问题的，没问题的。他家里是他现在身上还有两个灵性，还有个水啊，一个是小孩，一个是一个老人。是不我弟弟啊，弟弟，我讲给你听好吧。是突然之间走掉的，这个人走的时候蛮痛苦的。我弟弟是痛苦的，我想去听听很苦的。大概一米七左右。是的，二十岁早就。双眼皮。二十岁早就要了。是啊，双眼皮，短头发。我妈妈信那个菩萨，信这里什么菩萨？不是菩萨，那个，他们会说话了那个人，第一天好了，第二天他早掉了。你现在知道了吗？就是去找人家巫婆呀。通灵人呐、是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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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能找的呀。我好几个通灵人，找我们就好了嘛，死不掉了。原来没有啊，没有找你的妈妈。没有，没有，我早就生出来了，怎么叫没有啊？师傅，对不起啊。好好念经啊，好了。我妈妈梦见我弟弟，他在路上清明的时间说。不要再讲了。没有裤子，没有衣服穿。我告诉你，那是在地狱，拉下去的。
这样子啊，很苦的。所以你现在不念经的话，他会很苦的，听得懂吗？他每一次清明，他说梦见他。有一次我今年不要再搞了，你不要再讲了，台长都知道，你好好念经吧，好吧？我念经，家里还有个人。你赶快给他念经，消业障，帮你弟弟超度上去，否则他在下面吃苦，听得懂吗？是的。好了，我爸爸那念多少经啊？我刚刚跟你讲了八十几章啊，有不啦？哦，88。83章啊。我还有我弟弟呢。67章。67章。好吧。啊。好，先念吧。好了好了，抓紧时间给别人吧。我念佛不好，你要加持我吧。我已经刚刚给你妈妈加持了，你妈妈过几天会做梦做到我的。好了，我会给她梦中加持的。我呢，念经不太好，怎么办啊？你好好念经啊，慢慢再说了，好好去问你们共修会。我再问一个。不行了，没有这么多时间给你了，还有这么多人呢。好了。我再问个吧。好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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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你只能问什么？你不能问一个人，你只能说问问你问什么事情，你讲什么事情啊？就讲个儿子，俺们几夫。你这个以后像他们语言不通的话，你们要找个人翻译的，否则耽误事情了。1983年我属猪的。什么事情啊？我先。还没婚姻，还没有也没有。好了好了好了，这种慢慢再好好念经去吧。没有准提神咒，准提神咒念了之后就会有了。他们有没有灵性啊？对不起啊，你对不起师父啊。没有时间了，真的。对不起师父。身上有灵性的，在背上，49张小房子，好了。好好听你妈妈话。对不起师父、啊、好了好了，嗯，听话听话啊。那下一个快点，还有这么多人呢。弟子向师父请安、嗯、弟子太感动了、嗯、弟子昨天刚刚拜了师、嗯、弟子感恩南无大慈大悲救苦救难广大灵感观世音菩萨摩诃萨，感恩龙天护法菩萨，感恩大家。讲吧。弟子问一下，弟子的儿子他05年的鸡。05年属什么的？公鸡。05年的鸡。05年鸡嘛就好了。啊、哦、对。还公鸡呢。儿子叫公鸡，如果生个女儿叫母鸡。想看什么讲吗？看他身体吧，我已经帮他念。哎呦，忧郁症，脑子有问题。我帮他念了很多了，念了700多章了都有。我讲的对不啦？应该说对，很对的吧。他现在身上有个灵性啊。灵性好。不肯走啊、哦。他经常自己会闷闷不乐，想不通，不开心。那是肯定。听得懂吗？对对对。人很好，胆子很小。胆子很小。啊。在外面胆子很小，在家里是胆子很大，跟我们。跟你胆子很大，对对，你欠他的嘛、哦。跑到外面嘛就害怕了呀。对，我也是这样想。只能欺负你呀，因为上辈子你欠他的嘛。肯定了。属什么？几几年的？05年的公鸡。哦。05年的。05年的公鸡。咕咕咕咕这小孩子没有问题的，给他念280张小房子啊，慢慢会好起来的。这280张就够了。够了。不过我帮他许下去，先关心关心。你一定要让他自己也念一念的。他自己什么经都是礼佛大忏悔文，不会念，其他都被念了。那很好啊，你只要叫他念了就好了。就是有时候他念卡住，念声音发不出来。没关系的，卡住再重新念。重新念。录音磁带还有卡住的呢，重新放。这公鸡嘛，就是要靠嗓子的呀。放生的是什么？放生、啊、放生呢？放生2500条鱼。2500条鱼。
不过我把它许下12000条，不过放了9000多了已经。很好，很聪明，他脑子里一本账，他很聪明的孩子。不过没问题的。不过小房子我把它许下1600张啊。啊？小房子我他把许下1600张，全部要念出来了。可以慢慢念吧，哦、好吧，没什么问题的，这孩子一定有救的。我看一下，如果你这个1600张念完之后，到明年5月份吧，明显好转。到明年5月份。嗯，明显好转，好吧，小弟，小弟弟啊，相信不相信卢台长啊？相信。你想不想在梦中看见爷爷啊？想。过去看见过没有啊？就是梦见过，好像梦到。梦见过吗？嗯。再想想。在一个大楼前面，你不认识爷爷的那个时候，看见有没有一个人穿西装？没有。你爸爸怎么知道啊？他有一次跟我说。他有一次跟你怎么讲的？他说梦到一个，你自己放在嘴巴上讲啊。哦。哦，他说是梦到一个菩萨，是怎么样的？跟我说是这样的。想起来了吗、哦、小弟弟想起来了吗？想起来了。想起来了，看见吗？你知道我刚刚叫你想起来，你知道吗？梦见了吗？梦见了。梦见了。啊，师父请问一下，我呢一共700多张的那个儿子的要经者，有500张左右是我自己念的，有200张有些是我爱人念的，还有蛮好，质量很好的，质量很好啊，很好啊，那感恩，这孩子很快就好啊，啊，感恩观世音菩萨，好了，还有帮同学问一个，是04年的猴，是女的，想问什么？问脑子有问题，想问一下。忧郁症啊，就是忧郁症呀、啊。脑子那不是脑子有问题啊，忧郁症啊。就忧郁症啊。嗯。他需要多少小房子？630张。经常怀疑别人，听得懂吗？哦。经常怀疑。不过这些我不理解吧，就是。你就问他们就好了。哦。好了，要不要，你要叫他念心经的。智慧不开，晚上很害怕。还有那个要不要放生那些的？放生1200条鱼吧。那好。好了。好了好。这个儿子没有问题的。没问题。儿子让他多吃点面条。多吃面条。吃点馒头。嗯。让他长得胖一点。哦。他现在太瘦了。不过我们两夫妻都是吃长寿了已经。就给他吃馒头啊，面包啊，给他多吃点面食。面食。他会长胖的。哦、好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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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刚刚。你现在看看爷爷脸熟不熟啊？熟。刚刚。我跟你讲了，你们记住了，台长经常到梦里去帮助别人的，你让他好好修，你也好好修。不过我有 这些根本不是问题了。我也有梦过3次见过台长。你也见过台长？当然了。好了，好了。好了，感恩南无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感恩龙天护法菩萨，感恩师父，谢谢。师父没有图腾了，感恩。你怎么讲话也是这个样子了？你讲话怎么有点像？师父没有图腾了，师父没有头疼了，再来一个呀。你们想逃得过我的？你师父跟你说了，我什么都看得见的，明白吗？讲吧。感恩南无大慈大悲救苦救难广大灵感观世音菩萨，感恩十方三世一切。他们两个人，师父在梦中救过他们的，所以他们师父他们这次来了，师父专门点他们，要帮他们加持一下。是啊是啊，感恩师父。我看看我的女儿，2001年属蛇的女的，
2001年属蛇 的、啊，身体是吧？是啊。脑子啊，也是有点自闭症啊。是。鼓掌啊！我告诉你啊，你这个女儿啊，这个灵性在她的脑子里很多部位啊，所以她经常想不通啊。是。不喜欢讲话。吃东西也不好，肠胃也不好。他吃进去，吐出来。看见了不啦？师傅，他吃了很多，吐了很多。现在听得懂吗？而且他还有一个习惯，手啊，经常会怎么动的。是，他灵性上升就跟我反目前存储。动得不得了，他那个灵性就是上辈子跟你的冤家。跟我冤家。听得懂了吗？嗯。是我的。你的儿，这是你老公是吧？是。你知道吗？你老公跟你上辈子什么关系啊？他是你儿子，听得懂吗？是我儿子。所以你照顾他的时候，你根本没有把他当老公，你把他当儿子一样照顾的。你跟他谈恋爱都是这么照顾的。哎，老公，我讲的对不对啊？对，是师傅。听得懂吗？听得懂。啊，你这个孩子跟你冤结很深。是。老情人，你把人家甩了，对不起，我错了。听得懂吗？你好好给他念经了。现在给他许了多少愿，多少章了？许愿许了很多，去年许了，好像是许了500章，后来就在家。你要给他说他孩子身上的药经者，听得懂吗？我都是写给他的药经者。一个星期我们两夫妻念一章。哦，21章，一个像，就是，很好啊。现在这个灵性呢，实际上已经老实很多了。过去呢，老在你孩子身上跟你闹，现在已经来的很少了，闹了比过去好很多了。对，好的，有好了一点点，现在好了一点点，以后还会好两点点、三点点，听得懂吗？对，就是我的先生，他觉得他还没有好，就是很好了，不要烦了。现在已经不大来找他了，白天现在是晚上来找他。是晚上太害怕，一到晚上他就来了。晚上就是他去房间一直吃吃吃。听得懂了吗？不是他要吃，是那个灵性要吃，听得懂吗？是。好了，好好念经啊。那还有到底是什么灵性在身上？是我的亲孩子打胎的孩子啊？是不是啊？是你上辈子的一个情人。上辈子一个情人。上辈子是你是个男的，他是个女的。是，我也觉得自己是男的。听得懂吗？太对不起了，我做错了。你把他甩了，你把他甩了，明白了吗？好了。知道知道，我知道错了。所以我告诉你，连你现在的老公都帮他一起背。我背的太多了。明白了吗？你现在不要说太多啊。自己的业障自己背，不懂啊？自己的业障带对不起。你好好的帮他念经啊！现在最后大概要把他完全念好，要890章。还他现在不相信佛法，他有缘分吗？有，以后一定会的。一定会的。你要记住啊！你这儿子灵性在身上的时候，他腿会抽筋。他不是他自己的房间不睡觉，他就去在客厅睡觉。对呀，他就房间里有灵性呀。房间里好像阴阴怪气的，知道吗？就好了吗？不是，我想把他那个房间里那些房子啊，把他你别再搞了。你等到哪一天他到你身上来找你，你就麻烦了。你还害死你的儿子呢，边上那个儿子呢，听懂吗？对不起，对不起，你不能再倔了。好了，我现在改了很多了。赶快改了，不是很多，要拼命改，拼命的改。好了好了，命的血，好吧，真的对不起，我错了。下我家里那个佛台看一下，佛台是吧？对。哦，用你的名字买的房子还是他的名字买的房子啊？我的名字是租的。嗯，还可以，蛮亮的。毕竟菩萨有没有？啊，靠着窗户的。对对。嗯。菩萨有没有过来？来过。观地菩萨来过，观世音菩萨来过2次。对，是我有梦，我有梦到观世音菩萨。看见了吗？那次我的女儿呢，就是
两姐妹去观世音菩萨观音堂拜观世音菩萨了，看见了吗？然后那天我的女儿就心情很好，我的女儿说终于回来了，第二天又反目成仇了。你要记住呀，坚持念呀。我会好好好了，灵验的事情就是这样的。好了好了，好，谢谢了，谢谢，好，谢谢大家，谢谢大家，谢谢，好，谢谢大家，好，大家一定要好好学佛修心啊！谢谢大家，谢谢法师的护持，谢谢各位嘉宾啊，谢谢我们所有的佛友们，今天很开心啊，来了这么多的朋友，希望大家好好的学佛，好好的念经，每一天的改变就是你们的前途，每一天的法喜就是你们的希望，希望你们好好努力来改变自己，师父希望你们一定要改变自己，好好的学佛，我们以后的晚年都是相互照顾的，我们的家里不一定照顾得了我们，但是我们的佛友永远是你们最好的朋友，永远会照顾我们一辈子，希望大家一定要解脱，一定要放下，这个世界上一切都是暂时的，幸福就是靠自己的意念来支撑，有的时候一念善在天堂，一念恶你就进地狱，所以希望大家好好的学佛，一定要让自己心中的慈悲心永存，向观世音菩萨学习，向伟大的释迦牟尼佛学习，能够把佛法传遍世界，谢谢大家。让我们再次以热烈的掌声感恩大慈大悲的观世音菩萨，感恩大慈大悲的卢军宏台长。感谢大家参加2019年法国悬疑综述大型现场解答会，本次法会圆满结束，祝大家。